日前，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接受媒体采访，他表示年底将公布阿根廷新帅人选，梅西未来将回归国家队。塔皮亚对记者说，感谢斯卡洛尼阿根廷代理主帅，他在困难时期站了出来，新的主帅必须理解国家队未来十年的需要，大家希望世界上最好的教练执教阿根廷，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公布人选。关于梅西，塔皮亚表示，未来他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们在向梅西传递一个信息，那就是阿根廷足协在改变，我们清楚有些责任需要足协官员和国家队教练组来承担，而不是梅西。塔皮亚说，提到了桑保利，大家都希望桑保利在阿根廷能做到他在智利时的成绩，但他或许没能得到足够的支持，我们要汲取教训，不再让未来重复失败。桑保利不是以最好的方式离开的，我必须要对他表示感谢。